魔镜啊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？魔镜告诉他说，是玛丽。玛丽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有没有好好的放过刀片了？是的，玛丽主人，这刀片就像被月光照射一样的闪闪发亮。星爷，嗯，你穿短裤真的好可爱哦。我都已经要18岁了，玛丽女士，在我的亲手栽培下，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填满秽物、性欲的垃圾桶。是真的吗，玛丽？水手先生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？留下的男人们，在彼此的心海里，投下了名为情欲的锚，互相猛烈的磨蹭着，追求比马匹更加勇猛的死亡。星爷，我爱你，我只有你。住口！我一点都不想你爱我。只有明天即将到来的毁坏，才是真实。